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好。众神已经慢慢再回来了。啊，还有什么？是静香的。那谁谁在阻碍？没有，我也要下去抄了。六层。六层啊，六层、啊。六层、啊。啊，是六层在。六层来批我下去抄。啊，六层呢？他去尿尿。他去尿尿，他是第二任吗？天天早就在外面站着很久，好不好？他是跟爷爷一起回来的，所以他现在在外面等。好，先帮我绑绳子，关起来。先帮我绑绳子，把绳子。倒数第二位。对，还有一个他是现在天津前面。你要是在建筑尾什么都可以。先洗洗。去上厕所。他换裤子吧，他裤子那个会破掉。他如果等下那个意识太强，把他打晕。谁谁打晕？他才是你打晕。哥只剩我一个哎，我要怎么打晕？太子会下，太子会动手，点一下就晕了。拿香啊，只能拿香啊，太子拿香啊。他怎么没有拿火？没有意思。护法嘞？他逆你来去帮忙护法的，去进你去进佛殿没去教你啊？然后还有谁？还有梅倩。梅倩。梅倩呢？还杵在那里。静香书文还有七间宫庙，静香书文还有七间宫庙的书文，所以一个是那个，啊，没有，就七间宫庙，还有啊，没有没有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我真不知道，那就是全部的吧？对啊，就是什么？进香前要干嘛？搭天台。我帮你考他。真的，我看背这个字。对，对，对，要小心。这我就不知道，所以我才迟疑了一下。一样啊。我们。
正常没有进到的，不用那么慢，因为你在进香，你没有这种时间慢慢。红色，好。不要这样，难怪我刚醒后我就看你是别的服装，把你关了。就是要整啊，一段完整。可不可以他愿意写给一零八五玉清公安队的这个指令下？还有嘛，你要这样子直接把亮变红色的。
静香要各打一份素文给我吗？我说已经讲了多久，我都没看到这种东西。各打一份。是不是也忘记了？我是不是说要自己列一份新的静香素文出来，各自？哦，每一个。是。啊。所以叫他们自己写一篇书文，对不对？对。有，我有多少印象？那就是我讲多久？我是不是讲很久？嗯。我干脆就药就都红色。对，药好，我真的是配合就是。嗯，这太早，这已经回来了。我有点下来，然后就点那个33炷香给他。对。你刚才想说身边生病年轻还是要看啊，这些地方都要学的。七间宫庙的香塔，你现在点的是陈思锦的吗？是的话就拿过来。是。对。让你当能力者，你拿着13柱香，去他们的头一样压着，压下去，压下去，压下去，点三次，压下去，压下去，压下去，要你喊，大声一点，越大声越好。有吗？好。每一个机身。没有，先九龙地爷的将军，最后再把那个枪拿给陈思锦。好的吗？要压下去，压下去，压下去哦。思锦不压，我就最后就交给他而已。只有最后一下跺脚，第三下才跺脚。外妈，你不够有气势。七间宫庙的
香条。这次是由邱伯玉全权处理。拿宝器来，根据已经拿了嘛，四爷的，然后你拿九龙的，九龙的第一个是三件，这里这个是九龙的，好、哦，那什么？日期要吗？新生公会员频道开播喽！想看更完整的内容，请加入会员。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；不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谢谢，拜拜。